因为在整个工程这个施工里面，包括有一段空气走廊，还有站前的洗手间没有被纳入这一次的工程范围里面，也是觉得非常的可惜。这样整个景观上好像有一点不足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就特别来跟铁工局一再的协商啊，那终于在今天确定我们请建筑师做一个整个工程的说明之后啊，我们确定要把这个争取到把公益走廊还有站角和洗手间能够纳入这一次的工程范围里面。我们要求铁工局在适度的追加500万元的预算啊，让这整个工程能够更加的完美。这个部分跟厕所的部分哦，看不可以这一次也。那建筑明远这边要不要来说明一下，看这个对这整个景观的影响的这部分。是的，这个这通廊呢，其实是我们整个设计啊最开始发想的时候的一个起源。那这个工程大概是13年前县政府发包的时候，应该1992年卢惠平的时候来，那时候发包设计的，那相当有特色。那我们希望能够同步提升它的那个品质。就是说，目前的话是厕所的部分呢，跟那通廊呢，它的屋顶呢比较老旧，那有掉落的那个碎屑，所以我们打算这一次呢，就是把屋顶做更新。那钢构的部分呢，就是重新再整修，去除旧以后再油漆。